今晚的第七場了，來到三班千二米大熱門，就是剛剛贏了馬的騎師田泰安，醒神35元，洛飛就89那隊了。馬匹開始入閘，最冷那隻入先的標誌智慧，再來就巴巴幣標誌未來，跟住就洛飛的安順，另一隻洛飛馬亦都準備入閘了，就印水紙。後面就大熱門的醒神，繼續都負輕榜印水紙，不過就升了上來三班跑，上次是周俊樂，今次就巴杜。好了，印水紙之後呢，就見到醒神、銀子、騰龍區、順利九號馬印水紙來到74元，集後面就剩下三隻馬見到，分別見到八卦啦，有些脾氣扭令呢，就是超霸神區，另外標誌未來、元朗之星都未入的，鏡頭所見應該剩下四隻馬搞緊呢，還是那隻三號馬超霸神區都是有些抗拒的，看到他啊。其他的馬繼續落飛，九號馬引水紙來到61元。今天高伯新的參戰馬就不是很多啊，啡燈啦，印水紙啲飛又認真勁啊！不過那隻醒神都冇乜點騰嘅喎，嗰塊89Q 都得翻21倍啊！係喎，一路飛價頭先一路報住。印水紙嗰隻二號元朗之星好多飯都落飛喎，印水紙個 win 又得翻5.2倍啊！再飛價29都飛價 Q 嚟嘅，仲係處理緊啊！呢個超霸神區，好啦，唔好笠住佢，反而佢行得快喎。入到個閘，去到個閘前都仲係唔肯就範，擺橫啊！去到閘前啊，冇錯。哇！印水紙要印銀紙咁啊，又有啲倒水咁啲飛，同上次一樣啊，5.1銀紙一塊回飛喎，5.7啊回到。係喎。好，重新牽引上去超霸神區，捉住耳仔，冇幾下，卒之搞掂啦。剩翻呢三隻馬未入，2號、6號、7號。元朗之星、標誌未來同埋嗰隻八卦嘅，好啦，見到六號出先埋去啦，亦都冇問題，剩翻一對馬咁就交俾閘前啦。八卦，八卦搞掂，元朗之星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七場賽事，三班千二米嘅離地短途賽，暫時顯示嘅大熱門係4。黃琦居準備。好，一跳出嚟元朗之星快閘嘅，咁啊響佢外邊咧，仲有醒神啦，響佢入邊有八卦啦，出邊嘅馬咧，仲有超霸神區大外檔印水紙啊，內欄位置就係呢只騰龍區馬冧，中間咧仲有快樂奇奇，出邊咧就係安順啊，再馬冧中間藍衫咧，仲有呢只標誌未來啊，尾三，哎呀，嗰只銀枝中一中響尾三啊，後邊兩隻就巴巴幣啦，同埋嗰只咧就標誌智慧啊，過咗800，超霸神區走中間佔先嘅，響佢外邊有印水紙啊，第三位嘅馬咧就係呢只元朗之星啊，內欄第四。紫色衫是八卦，外面第五位就是呢只醒神，再后面的马最出那只红衫，跟住第六位就是呢只安顺，中档位置标志未来，内栏就是呢只腾龙区，后啲先有快乐奇奇，尾三银子，尾二标志智慧，包尾那只就是巴巴币嚟噶。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的马就是呢只超霸神区，见到中间有呢只引水子追紧佢，中档位置上紧的马仲有醒神，再后一层的马仲安顺，外面标志未来亦都上紧嚟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醒神透出咗外边位置，标志未来上嚟嘅势相当劲啊！中间位置仲有呢只元朗之星接近终点，标志未来一出即胜，跑第二名醒神，第三名元朗之星，第四名系超霸神区啊！咁啊，呢只标志未来，哇，都真系犀利啊 ！PP 身份可以一出已经插三班赢泥地赛千二米啊！终点前将醒神赶过咗。元朗之星第三，超霸神區跑第四。本名輝女健威贏住標誌瑞咧，再整只標誌未來，臨尾都著格仔16倍勝出啊！咁啊跑第二名嘅四號嘅醒神啦，田泰安。第三名嘅二號啦，元朗之星周俊樂。第四名三號超霸神區蔡明少啊！犀利啊！最後階段咧都有啲飛喎，16倍半冷身份，一出即勝啊！呢對標啊真係又落飛又得手啊！
騎練加馬主都起過馬一出就贏啦。第七場賽事嘅站定名次六號、四號、二號、三號。睇翻賽事重播咯。黃旗舉起準備。好、哦、一跳出嚟元朗之星快閘嘅，咁啊響佢外邊咧仲有醒神啦，響佢入邊有八卦啦，出邊嘅馬咧仲有超霸神驅、大外檔、印水子啊，內欄位置就係呢只騰龍驅馬冧，中間咧仲有快樂奇奇，出邊咧就係安順啊，再馬冧中間藍衫咧仲有呢只標誌未來啊，尾三哎呀嗰只銀枝中一中響尾三啊，後邊兩隻就巴巴閉啦，同埋嗰只咧就標誌智慧啊，過咗八百超霸神驅走中間佔先嘅，響佢外邊有印水子啊，第三位嘅馬咧就係呢只元朗之星啊，內欄第四。紫色衫係八卦，外邊第五位咧就係呢只醒神啦，再後邊嘅馬啦，最出嗰只咧紅衫，跟住個第六位咧就係呢只安順啊，中檔位置標誌未來內欄就係呢只騰龍驅，後啲先有快樂奇奇啊，尾三銀子，尾二標誌智慧，包尾嗰只咧就巴巴幣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就係呢只超霸神驅啊，見到中間咧有呢只引水子追緊佢，中檔位置上緊嘅馬咧仲有醒神啦，再後一層嘅馬咧仲安順啦，外邊標誌未來亦都上緊嚟，最後一百米。到啦，醒神透出咗外边位置，标志未来上嚟嘅势相当劲啊！中间位置仲有呢只元朗之星接近终点，标志未来一出即胜，跑第二名醒神，第三名。